電視台嘅編劇同埋誒舞台劇嘅劇，其實、那個無論係個受眾啊、內容啊、形式上都好大唔同。嗯那。咁、呃、誒，即係當初係點樣過渡呢、這個、一個個轉變，同埋即係喺形式上你點樣經歷咗啲乜嘢即啫？喺個創作最大嘅轉變就係由文字變咗係去文字，因為我做誒、呃、電視編劇嘅時候咧誒。呃 我谂我从来冇特别谂过我系会做电视编剧嘅，诶、呃，我想做幕前嘅。咁你问我最早嘅时候读完中学之后，我觉得诶系、呃、一切嘅 want be 嘅心态，就系、是、我应该系一个青春偶像嚟嘅。咁但系唔系话你想系就系噶嘛？咁所以诶、呃、我就去投稿，所以我先至会识咗诶、呃、金国良，因为我访問佢。 咁佢就 offer 俾我，係咪可以、呃、寫劇本咧？咁咁嗰陣時係一九七六年度啦，屬於係電視世界嘅一個誒點講啊？你當佢講話係個新浪潮嘅，而家你講做電視全部都係好似係括弧老人院咁啊！<laughs> 啊，但係嗰陣時就係我哋中學生覺得。 第二日翻去要講嘅就係講埋電視做咗啲乜嘢啊！誒、呃，完全冇所謂嗰個年齡差距啊，冇嗰啲嘢。咁佢個節目仲更加啦，叫青春樂，咁就係十分鐘嘅啫。咁咁、嗯嗯、好啱去試下。但系我冇嘢想講，同埋我唔知道寫乜嘅。咁所以我只能夠誒、呃、揭咗有啲我喺邊度睇過嘅小説啊，嘗試去將嗰個故仔轉移過嚟啊咁。咁嗰啲係量都唔文字嚟。 嗯，誒咁你可以講話係因為我對閱讀本身係有一定程度嘅誒、呃、追求，即係追求嘅意思係話誒我唔係乜都睇，但係我知道我大概想睇啲乜嘢。嗯，咁誒、呃，所以金生個劇本對我嚟到講喺嗰陣時就係一種我想睇嘅嘢。所以你能夠跟佢做嘢咧，就係、是、從某個角度嚟到講就係、是、誒、呃、跟啱咗筆跡啊！ 嗯，即系你学一样嘢，不论系拳脚功夫好，或者系写作好，好重要嗰阵时系嗰个人嘅嗰、那个嗰、那个手势系啱唔啱你自己咁。咁佢个手势对我嚟讲系咩咧？就系、是、广东话。嗯，佢系到今日为止，我觉得系喺香港嘅戏剧上面咧讲得最好嘅广东话嘅编剧。所以当我遇到金先生嘅剧本嘅时候咧，我系会觉得喺佢嘅嗰个语言世界里边。 誒揾、呃、到好多我自己熟悉嘅誒、呃、一種溝通模式，咁、嗯、所以我哋係我哋隔好大年紀下嘅，即係因為我諗我識佢嘅時候，一九七六年你大致都有數得計啦，即係我係大概十五歲到咯，嗯、啊咁佢已經係偏導啦，咁佢、嗯、至少大我十年咯，我諗，但我哋係幾乎傾偈係冇呢個年齡限制嘅，即係佢唔會當你一個細路仔，從來冇，我諗我太老積啦可能。 我我我哋阵时佢成为我我个 best pal 啊，因为我系冇乜同学嘅拍少年十五二十时系我系中三。不过系因为有冇到中四咧？中四我又帮佢写咩朱氏丁啊，写啲啦嚇咁。咁所以诶、呃、我成日放咗学咧，佢就会同我去新世界酒店有一个 coffee shop 叫 patio。咁所以我哋系可以倾到啲叫做咩打烊啊。 系，傾傾啲咩啊？即系同工作冇關嘅，傾 Jane Fonda，傾傾荷里活啊，傾誒、嗯呃、電影古仔啊。咁當然佢睇過比我多咯，所以變咗好多我就會問佢咯。哦哦，好奇，咁即系你嗰陣時同你同齡嘅小誒嘅。呃 同學可能冇乜嘅嚟傾，即係佢佢哋未去到嗰個階段，去到了解呢啲音樂啊，可能誒電影啊、jazz 啊，咁你係點樣？你自己又會點樣會對嗰啲嘢產生興趣咧？係可能父母本身會栽培你去睇睇下戲啊、睇下書啊。電影係一個家族興趣嚟嘅，嗯啊，因為有幾個緣故。第一個緣故咧就係我媽媽屋企。 佢哋有一個親戚係喺石結尾有間戲院叫做美麗宮戲院嘅，所以自細咧就知道咧去美麗宮係睇戲唔使俾錢嘅，攞贈券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就跟外婆就好中意睇戲，所以咧就永遠係跟住外婆就去美麗宮睇戲嘅。第二咧就係我外婆屋企咧係住喺旺角嘅，旺角係好多戲院嘅，咁所以咧你。 系多而家好多好多倍啊！即係而家好多喺旺角戲院一早拆晒，咩洛斯啊，咩好、呃、多好多啊！同埋嗰個年代咧，香港嘅電影咧係有分首輪同埋係二輪嘅，嗯，所以二輪咧就係、是、好多時候喺個票價上面，佢雖然係西片，但係佢係平啲嘅，咁咁、嗯、所以就會帶我去睇嘅。 咁再加埋咧，嗰、那個年代咧，其實香港嘅電影咧係好特別嘅。第一咧就係、是、譬如我外父中意睇嗰啲係粵語片，嗯、即係嗰啲嘟嘟撐嗰啲啦，咁、嗯、就已經係識微緊噶啦。嗯、我姨中意睇嘅咧就係、是、西片，但係其中一出我永遠好記得好記得嘅咧，就係、是、有一部意大利戲叫做《Misunderstood》，嗯、後嚟杜琪封咧係又再翻拍過嘅，嗯、好似係叫做《愛的世界》定係乜嘢嘅。咁嗰、嗯、出嚟咧。 我好記得咧，就係因為佢係講兩個小朋友都係小學生嚟嘅，咁、嗯、可能個哥哥就係誒九歲，個細佬就係誒六歲左右。咁佢哋個爸爸係一個外交官，咁、嗯、然後跟住佢媽媽係死咗嘅，嗯、所以個爸爸都仲係喺一個哀悼緊個物啱啱即系喪偶個階段啦。咁嗰出戏最犀利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佢媽媽生前錄咗一餅錄音帶。 係呢一個哥哥成日會自己趁爸爸唔喺度嘅時候攞翻出嚟聽嘅。有一日俾佢細佬發現咗之後咧，佢細佬仲挨個哥哥咧，就係放俾佢聽。第一、嗯、個過程裏面就洗咗個錄音大，哦、於是要面對嗰個爸爸對佢哋嘅嗰個反應。咁嗰個爸爸一直以嚟咧就係、是、對個哥哥好嚴嘅，因為個哥哥係個榜樣嚟㗎嘛。咁所以到最後嗰出戲咧就係、是、嗰個哥哥一直都係對自己。 做錯咗呢件事咧，好大個罪疚感。咁、嗯、就唔小心喺個樹上面咧就跌咗落嚟，跌咗落嚟之後咧就整親個脊椎。咁我記得嗰出戲咧，我唔止睇咗一次嘅，係因為好認同裏面嗰個做錯事嗰個哥哥，因為我係個哥哥啊嘛。咁、嗯、所以呢個係我人生裏面第一個知道乜嘢叫做 tragedy 悲劇。咁誒喊得好犀利嘅嗰時睇係。 咁後嚟就係、是、誒、呃、杜琪峰，就又翻拍嗰呢出戲啦。咁係一出意大利戲嚟嘅。咁呢啲都係我細個嘅時候電影俾我嘅一種唔止係娛樂，係感情教育。咁但係我爸爸嗰邊咧又係另外一個故仔啦。因為佢哋係超級中意睇戲嘅。咁所以我諗我由細到大，你話去到就算中二、中三啲同學咧，佢哋睇嘅戲一定冇我多。嗯。等於如果楊德昌話咧，電影係俾人。 三倍嘅人生嘅話咧，mm. 我入學已經係比佢哋多活咗至少一倍人生噶啦，mm. 所以變咗對我嚟講，佢哋係好乏味嘅。嗯，嚇，即係佢哋只係得佢哋嘅現在嘅啫。但係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己係帶住過去、現在、未來周圍走嘅，即係、mm. 我覺得自己係一個星體嚟嘅。嚇、mm. 啊，佢哋就係真係兩隻腳行路嗰啲人嚟嘅。嗯、mm. 啊，咁所以誒，呢、呃、一樣嘢就令到頭先你問我第一個問題引申到這裡呢度咧，就是、因為我係帶住金個量。 同我嘅友誼，同埋佢啟發我嘅好多嘢，同埋我睇住佢點樣創作劇本，嗯、一個一個咁睇住佢哋出世嘅。誒、嗯呃，我幫佢改，有陣時我會幫佢改下嗰啲、呃、人物嘅名啊。誒、嗯，佢、呃、如果諗到咗有一個戲名，佢又會喺個咖啡室寫喺一張 menu 嘅底嗰度，跟住話嗱，我諗咗個名啦。呃嗯、你覺得點啊？嗱，你睇完你即咁，咁佢就推張紙過嚟俾我，咁我咁好似甩牌咁，咁睇完就、嗯 哦，山水有相逢，咁 <laughs> 所以呢啲嘢对我嚟讲系丰富咗我成个少年咯。因为我头先讲嘅嘢全部都系喺十八岁之前、嗯、啊。咁好啦，呢、這个阶段系结束喺边度咧？就系、是、我帮无线签咗一张约，履行完一年嘅合约之后，我知道我完全唔适合做呢件事。吓、啊，因为我发现你就算好想写广东话。 嗯，但系嗰啲人物嘅世界唔系讲呢种广东话嘅，咁你系冇意义嘅。我签咗无线之后咧，佢要我写嘅第一个一百集长剧叫做强人，咁系王晶做故事嘅。咁我去到嘅时候，我系要根据王晶先生设定嘅人物嚟到写情节同埋对白。 嗰啲晚晚播紧嘅嗰啲剧集咧，其实系需要人人讲嘅嘢系一样噶。嗯，即系佢哋唔系咁会好似阿金生嘅戏咁，嗰啲人系有一个好独特嘅诶、呃、背景，所以佢哋先敢讲嘢嘅。譬如好似我头先讲山水有相逢，系佢<的>就系年代感，我哋想象以前嘅人。 系咁样讲嘢嘅，所以可以大派用场一啲想象嘅广东话。咁另外咧就系、是、譬如好似话诶不善家不聚头啊，一啲中产嘅夫妇同埋一对一对系一对真中产，一对系一对半中产嘅，佢哋有阶级分别嘅，所以佢哋讲嘢系唔一样嘅。咁你嗰种语言嘅想象又大派用场，但系长编剧咧最重要嘅唔系说话的艺术。 長篇劇重要嘅係如何令到情節往前跑，所以交代劇情係最重要嘅。所以我冇咁多空間，冇咁多時間同你去咬文嚼字啊！啊，你係咪印假銀紙？係你就話係，唔係就唔係，即係即係係咁噶。咁、嗯、所以觀眾係好睇住，同埋做一件事啊，觀眾咧有樣嘢好得意就係食飯嘛，佢都唔係一路咁。 望住你个电视噶啦，洗碗嘛，或者系开饭嘛，嗯、所以后嚟大家都知道就系好多电视剧培养咗佢有一种语言特质咧，就系、是、广播剧嚟嘅。嗯，你听就得噶啦，你唔使睇嘅。系呢样嘢令到我唔觉得我应该系个电视编剧。我我好似我唔系一个咁样金生咁样嘅人啊！我唔系用语言去建构我嗰个诶故事世界。嗯啊。 就喺嗰個時候，咁我同佢哋將約完咗之後咧，我就去咗無線嘅第二個部門。咁我喺個部門做緊嘢嘅時候咧，我又因為嗰個部門嘅誒、呃、我個誒、呃、老闆佢個太太係喺香港電台做監製嘅，咁佢識咗我之後，佢話誒你嚟幫我做電台節目主持啦咁。 咁我就幫佢做電台節目主持，就做咗兩個節目。其中一個節目咧，就遇到一個人，係佢嚟俾我訪問嘅，叫榮念曾。咁、嗯、我係一九八零年，咁、嗯、我就由嗰陣時開始，我就知道創作唔一定要寫劇本嘅。嗯、因為榮念曾，佢帶到或者打開咗一個世界嘅門俾我，就係、是。 有好多我哋睇見嘅嘢，應該係誒唔係用眼去睇嘅。嗯，有好多我哋睇唔見嘅嘢，其實我哋應該睇見嘅。咁我就係由佢嗰陣時候開始咧，就誒、呃、學識咗。譬如話，你話純粹從好好誒具體嘅角度講，就係話點解舞台上面可以係唔需要佈警嘅？嗯，更加重要嘅係空間。嗯。 誒點解空間同時間嘅關係好密切？咁呢全部都係我由一九八零年一路學到去一九九一年，我自己放自己嘅 company。一九八三年嘅年尾嘅時候，誒進年啦，我哋因為八二年成立咗啦，咁我哋就做咗有一個叫做國際錄像節，咁就係 video art festival。 咁我就系喺嗰度负责，诶点讲啊？啲人睇完啲带，我去回带嘅，嗯、啊，咁我喺回带嘅过程里边就发现咗有一饼带咧后半橛有一样嘢吸引住我，系令到我个下巴跌咗落地嘅，嗯、就系一个德国嘅编舞家，佢有一个作品，个编舞家叫 Pina b o u s c h 然后佢有个作品叫 c a f e m i l l e r 咁哇嗰、那个系一个 absolute 嘅一个情感好浓郁嘅戏剧作品，但系佢一句对白都冇嘅。 嗯，嗱，所以我先知道有啲嘢叫做舞蹈劇場 （dance t h e a t r 咁所以榮念增加埋編導包遜，咁就係我後嚟自己去誒 develop 到你而家見到梁祝就係咁樣嚟。嗯，咁 before 你遇到啊榮念增之前，其實你對舞台劇嘅睇、嗯、得多唔多，或者你第一次去接觸舞台劇，仲有冇記得係幾時？我係因為喺間。 誒、呃、小學六年班嘅時候，因為佢係一條龍中學嚟嘅小學中學，咁、嗯、所以咧誒、呃，我係第一個睇嘅舞台嘅，可能就係因為誒、呃、中學嗰啲誒哥哥姐姐佢哋、嗯、做嘅戲，我哋要去睇，咁我係第一次睇到嘅。誒、嗯，嗰出、uh, 戲俾我留低最深刻嘅印象就係、是、佢有一條樓梯係行上去一個唔知咩地方。 跟住佢系可以打開棟窗嘅，咁我永遠都唔會記得嗰個故仔噶啦。但系我好記得嗰趟樓梯，因為我記得我一路睇嘅時候，一路話俾自己聽、呃：，我好想行上呢趟樓梯去嗰個我哋而家睇唔見嘅地方、嗯、啊！咁、这、呢個係我留低最深刻嘅印象。咁所以後嚟到我去做電視嘅時候咧，我又係因為咁，對於嗰、呃那個錄影廠啊，係曾經有好大嘅想像，但係嗰個好快就幻滅啦。 因為錄影廠裏面咧，我哋就咁睇電視嘅時候咧，嗯、你係會覺得佢係、呃、一間屋就一間屋嘛。咁、嗯、所以有好多你睇唔見嘅空間，你就會有想像嘅。咁、嗯、但係當你真係去過錄影廠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哦，原來後面係冇嘢嘅或者嗰個係只不過一塊板嚟嘅啫。咁樣睇電視嘅人同睇舞台劇嘅人，咁你嗰陣時係咪都會覺得啊、哦，舞台劇我而家寫劇本，我可以寫得。 深啲啦，啲嘢唔使咁淺白啦，然後我可以去到溝嘅一啲更加複雜嘅信息，用更加多唔同嘅。我從來從來從來唔諗呢樣嘢㗎。嗯。誒，uh, 我覺得好得意一件事係，我只會覺得有啲嘢叫有趣同埋冇咁有趣或者唔有趣。不有趣嗯、我從來唔會諗咩叫心同淺嘅。 等於咧喺某一個程度上面嚟到講咧，只有中意同埋唔中意。誒、嗯，梁祝啦，最近你又有睇嘅？我係完全係撒盲雞咁樣開始諗呢個戲應該係咩樣嘅？嗯。咁我就佢哋嚟到之後，我就同佢哋講話。 你哋可唔可以每個人而家坐低就寫一集問題，就係、是、你想問人關於呢集問題嘅個主題就係青春。咁佢就寫寫寫，寫完晒之後咧，我收集咗一堆咧，就我當佢好似啤牌咁，然後跟住洗咗之後就擺喺個台，跟住搵兩個人坐喺對面，就好似我而家同你咁，就係、是、我抽一張，我問你，你答完之後你抽一張，你問我。但呢啲係我哋大家 contribute 出嚟嘅問題。嗯 咁第一個問題抽到嘅就係你點樣睇你嘅青春無字名啊？嗯，哇！我哋全場喺度，哇！青春無字名、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點解會有呢五個字喺個腦裏面嘅咧？因為青春係人都覺得 is t about future，但系佢一嚟佢已經係講緊話你想人哋點樣記得你，或者你想點樣記得自己嘅青春啊？嗯，對我嚟講，呢、這個梁祝佢最重要嘅就係十七歲到七十歲。 嗯，即系佢要系对十七岁嘅人有意义，佢亦都都要对七十岁嘅人有意义，因为我哋大家都拥有一样嘢叫青春。你嘅作品咧都几多系诶中意改编一啲经典嘅故事啦，嗯、即系譬如梁祝咁样啦。咁啊，但系我觉得你上次喺嗰个啊 stage 嗰度有 mention 过，你觉得艺术系唔应该说教啦，嗯、或者你嘅演出都唔倾向说教啦。但系我谂紧诶，即系可能嗰啲故事本身喺。 即係佢寫出嚟嘅時候，嗯、其實都個説教意味都幾重噶嘛。嗯、即係可能嗱三百張台、嗯、表達咗某一種嘅嘢啊。咁呢、嗯、兩種嘢會唔會對嚟講有衝突？當你去改編佢嘅時候，或者你創作佢嘅時候，我第一個改編這些東西呢啲嘢咧，真係要咁講嘅話咧，唔計即係早期嗰啲啦。嗯、我諗係張愛玲，係係張愛玲，一九八二年。 因為我成立團體咧，誒、呃、進念嘅時候咧，第一部戲係我導嘅，就係、是《心經》。咁、嗯、我識張愛玲咧，係一九七四年開始睇嘅，因為有一個比我大嘅姐姐咧，佢就買喺度講緊《傾城之戀》。咁我就攞起《傾城之戀》咧，我係完全冇辦法進入嗰個世界嘅。嗰陣、嗯、時係一本張愛玲短篇小説選，我淨係覺得呢古文嚟嘅喎，點睇啊咁？ 揭下揭下揭下，就揭到有一篇咧，好短嘅，句句都好短嘅。咁我就啊呢、这个啱啦。咁咁就係《心经，心经系讲咩嘅咧？《心经系讲一个 birthday party，就係有一个女仔过生日，请晒佢啲女同学嚟。然后跟住，你会发现，哇！好細个啫嘛，十几岁 m a n i p u l a t i v e 到不得了。即係佢会同嗰啲同学讲话你应该点啊？你应该点啊？咁样。 咁又其中有一个同佢系啱啱相反嘅，就系、是、好逆来顺受型嘅。但系呢两个女仔咧，Accordingly 系生得好似样嘅，所以佢两个系会望住块镜嘅时候咧，好似系一个倒影咁。咁又跟住就佢爸爸翻嚟个 party 个妈妈从来唔出嚟嘅。咁佢哋已经见过佢爸爸 from 一张 photo，但系 in d r a g 因为佢爸爸系做话剧嘅曾经，所以见过佢爸爸着女装嘅。 咁所以咧，到嗰個真嘅爸爸行出嚟嘅時候，係個男裝，但係佢哋個印象係著女裝嘅。然後呢一啲同學咧，震驚地發現呢、這個女仔爸爸翻嚟嘅時候咧，好似係佢個男朋友翻咗嚟咁嘅。所以成個古仔其實係講緊一對父女嘅戀愛，然後講嗰個爸爸喺呢個 birthday party 之後點樣要令到自己唔再陷於呢個處境。 咁又跟住落嚟一路做過好多之後呢去到一個比較突破啲嘅地方，就係、是、我做咗包法利夫人。因為有一日我喺中環行喺個地鐵嘅時候，我就見到好多瘦身同埋美白廣告。咁我有一句说話喺我腦裏面燒炮仗，就話：哇！我要做出嚟叫包法利夫人們。咁我翻嚟就真係做咗呢件事。咁但係我做呢件事嘅時候呢，我唔係攞個小説直接嚟改，我係反而喺度睇緊。 現實裏邊嗰啲巴伐利夫人換喺邊度嚟咧？喺嗰個年代咧，係二零零五年啊。誒、呃，台灣係開始好多綜藝節目，同埋佢哋嗰陣時有一個誒、呃、新聞人物叫做許純美，佢哋叫佢做名媛，但係其實咧，你可以講話佢係個醜角嚟嘅，好似我哋啲夏威夷咁。嗯。咁所以我就攞咗好多台灣嘅綜藝節目嘅形式。 嚟到去講呢個巴法利夫人，所以我將巴法利夫人咧放入去俾阿小 S 訪問啊，即係佢要經歷好多好多個訪問，咁成出戲咧就係咁嘅。咁我嗰個誒誒藝術指導又好好玩，佢 Sarah 買咗一堆衫翻嚟俾佢哋着，場場都換嘅，但係佢就唔剪佢嗰啲 price tag 嘅。咁所以好多觀眾就睇到，咦？佢哋真係嗰啲嘢全部都仲有 price tag 嘅，即係每個人都有價錢嘅咁。咁所以这件事呢樣嘢咧就吸引咗內地有一啲做劇場嘅。 啊！Uh, 一啲、uh, presenter 就將我哋帶咗去內地，咁《巴伐利夫人》就係咁樣令到內地觀眾知道香港有個導演叫林奕華嘅。非常林奕華嘅一個 label 啊，係、um, 點樣？同其他劇團點樣有唔同？哦，係啊，呢、这個係好有趣嘅問題嚟嘅。大家會覺得呢個唔係正統底下得到嘅嗰種力量，就係、是、你頭先講㗎啦，就係邊度嚟嘅咧？<laughs> 就係普及文化。其實所有嘅戲劇，佢背後有一件事都係離唔開嘅，都係存在價值或者存在意義。咁如果你係講緊話喺誒歷史裏邊去揾一啲誒誒參照或者係一啲誒註解係一種手法，但係對我嚟講，好可能。 我係會更加血淋淋地係去現實裏邊去揾存在呢個問題對邊啲人嚟到講，而家係佢哋嘅眼前好緊迫嘅嘢嚟嘅，所以可能我嘅嗰啲 reference point 係 draw 得比較近嘅，嗯但係亦都有一樣嘢有趣嘅地方咧、就是，就係誒。 我覺得我自己並唔係一個真正 pop 底嘅人，因為如果我係真係 pop 底咧，我應該好成功同好受歡迎嗯，因為你係真正 pop 底咧，你先至會紅嘅。嗯，你如果唔係 pop 底嘅話咧，你只不過係 low pop 嘅游水，然後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係攞佢嚟到去做一種 reference，你始終唔係佢，所以大家知道係有分別嘅。 嗯、你用周星驰做出戏，同埋你系周星驰系两件事嚟。嗯、大家会认同周星驰，因为佢表示咗一个 loser 可以轰、嗯、一飞冲天，嗯、跟住就变咗天鹅噶啦。但系如果你用周星驰做出戏呢，你分析呢个现象啊，对好多人嚟到讲，佢唔需要去明白一个现象，佢净系想成为嗰个佢想成为嘅人质咁。咁、嗯、所以点解 pop 对我嚟讲，其实系一个诶、uh, means，唔系一个 end。 嗯，系啦，你曾经形容自己系单恋生命嘅一个咁嘅状态，对万物都怀住期待同埋仰慕，咁呢个感情其实都好，似乎都好符合梁祝本身嗰个故事情节。咁点解？点解你会觉得系单恋？即系呢个世界对嚟讲，佢冇回应你嘅呢一份爱慕？诶、呃，呢、这个世界咧，其实唔系诶，净、呃、系叫盛世要界噶嘛。 因為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咧，係一個容許我武斷啲去講咧，係一種叫直男世界嘛。直男嘅意思咧，就係佢係一個 heterosexual male dominated 嘅一個世界嚟嘅，因為係一種價值觀嚟嘅。誒、呃，直男世界已經係喺我哋呢一個人類裏邊已經係真係哇，真係好幾，即係我諗係冇係社會之後就係、是、嗰個直男世界嚟噶啦嘛。 咁所以佢系源远流长，咁但系当然再加埋我哋讲紧近代嘅科技啦、近代嘅政治啦、吓近代嘅娱乐啦、吓诶，港产片对我嚟讲一个好直男嘅世界嚟噶，嗯、所以我系冇办法入到港产片嘅世界噶、嗯，即系即系你你系会觉得嗰啲排斥性啦，同埋系某一种要特别显示，即系诶、呃、某一种权力系 absolute 噶啦。嗯 理想嘅状况底下，系你嘅作品有一种力量，令到每一个人都写到一啲佢哋自己嘅故仔。咩叫直男嘅世界？我大概明白到，但系可能喺你个其实就系讲紧父权。嗯，即系通常我哋讲直男嗰件事，嗯、其实系一个括号，系一种比较上 playful 啲嘅讲法啫，唔系、嗯、去直指佢哋嘅 sexuality 嘅。 不過當我哋喺度講緊通常我哋而家講直男就係即係話個直字係講緊話佢唔轉彎咁解。嗯，即係變咗嗰啲嘢好多時候就係一種想法、一種方向，即、就、係、是、單一啊。其實個直男嘅意思係呢個意思。嚇、嗯！咁因為但係男人係 privilege 噶嘛。嗯。男人喺作為一个一個 gender，甚至作為一個物種，其實佢受到呢個世界嘅保護啊。 係遠遠大過女性噶嘛？嚇咁、嗯，啊、所以點解呢一種單一嘅價值觀啊，或者呢一種單一嘅誒誒，最最最重要嗰件事就係唯我獨尊嗰件事？其實你嘅原生家庭係咪都俾咗一種包容性嚟令到？因為我諗喺誒早嗰啲年代，其實呢一種好包容性嘅思維，其實都幾算前衞。 可能可能對我哋呢一代嚟講，誒、呃、現代嚟講，即係相對上喺性別上有更加開放嘅可能性啦，亦都接受程度比較高咯。咁、嗯、你細細個自己原生家庭係咪都比較包容，令到你可以建立呢一種咁樣？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因為我成日都講話誒，我係例外嘅，因為點解咧？我係嚟自一個 mindset 上比較後生嘅父母，嗯，但係。 佢哋不过系一齐咗十二年啫，因为我十二岁佢哋就离婚啦。嗯、所以你谂下，其实十二年系好快嘅啫。你谂下十二年前你做紧乜嘢，其实都唔系话咁无迹可寻。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几得意。佢哋系十二年前生咗我，跟住十二年后佢哋就分开啦。咁咁，所以我会觉得诶呢一个佢哋唔系咁复杂嘅喺一齐咧，系俾到我后嚟自由。 空間大啲嘅，因為就算佢分開咗之後，誒、呃、我冇覺得佢哋之間係不共戴天啊，即係、嗯 <laughs> 就是、你明唔明啊？即、就、係、是、苦大仇深啊！嗯、即係佢哋會比較相對嚟講輕可啲去處理呢個分開啊。咁、嗯、所以呢樣嘢係相對嚟講係令到我比較誒唔、呃、會用某種眼光去睇彼此嘅啊。嗯 咁第二件事就係、是，因為佢哋兩個個階級好唔同，所以佢哋對待誒乜嘢係珍貴，乜嘢係誒唔重要，誒、呃、係矛盾嘅。咁所以變咗我要自己去諗嘅。嗯，所以我冇辦法就話信爸爸或者信媽媽。嗯，所以令到我必須要自己去決定。 其实乜嘢对我嚟讲先系有价值或者系有意义嘅？嗯。咁最后一件事咧，就系、是、我自己做咗个决定，因为佢哋分开嘅时候咧，我本来我同妈妈系最 close 嘅。嗯。但我选择咗跟爸爸。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跟妈妈嘅话咧，佢会成日管我啲功课嘅。嗯。吓，我爸爸系唔会理我嘅。嗯。因为佢都唔理佢自己嘅。嗯。就系佢就系一个最曳嘅细蚊仔嚟噶啦。 咁、嗯、所以，我覺得你跟一個最曳嘅細蚊仔咧，可能係我係適合過跟一個好乖嘅細蚊女嘅。咁所以，嗯、所以我爸爸對我唔理我做乜嘅嚇。咁、嗯啊、所以呢樣嘢先至會有我後力。如果我係跟媽媽嘅話咧，我唔會去咗電視台。我一定係要交功課，我一定要讀書，我一定要入大學，我一定係、嗯、另外一條路。我未必一定係差咗，但係係另外一條路。嗯。所以某一個程度上，你可以講話，我喺嗰一刻。 已經知道我想做一個點嘅自己啦。嗯，更加多可能性嘅自己嗯。嗯，你可以咁講。呢個係嗰個分別。嗯。我始終覺得戀愛係一件青春裏面好重要嘅事嚟嘅。嗯。當然，我覺得人生到最後唔能夠用戀愛嚟到誒概括嘅。 嗯，人生系要用愛嚟概括嘅。嗯，但系戀愛係一個好好好好嘅一個幫自己造古仔嘅一種方式。嗯、人如果冇造到古仔，係不足以活嘅。嗯，咁戀愛其實點解佢好好地造到古仔咧？係因為又來又往。嗯，我我覺得我能夠做到呢啲創作，都係因為我係一個好積極戀愛嘅人嚟。嗯，誒。Uh, 我係冇戀愛不能活嘅，所以我係我係我成日都話你要同生命談戀愛，嗯、你唔好淨係同人談戀愛。嗯、其實做呢個階段展演呢，佢係有兩個目的嘅，嗯、一個呢，就係、是、因為喺香港你做演出呢，好多時候我哋嘅資源呢，係決定喺你個演出嘅長度壽命啊，我哋就諗話，咦？ 其實呢個嘢本身都有十年歷史㗎咯喎，咁係咪我哋可以用一年嚟到去做呢一個作品嘅誒延伸咧？咁咁、嗯、所以我哋都係諗緊話誒，佢裏邊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誒同、嗯呃、觀眾分享你點樣睇呢個故仔，同埋、嗯、你點樣睇現實世界同呢個故仔嘅對話嘅咁。咁、嗯、所以我哋話可唔可以有展覽咧？可唔可以有工作坊咧？可唔可以搞班咧？嗯、啊，可唔可以做一啲誒、呃、網上嘅？嗯 一啲平台嘅一啲分享，嗯、或者系一啲、呃、另类嘅创、呃、作咧。嗯，咁所以呢个我哋希望佢系一直可以伸延到去明年我哋十一月嘅时候，咁、嗯、令到观众嗰、那個层、呃、面可以扩阔啲咯。嗯，咁另外一件事就翻翻去我哋自己嘅作品本身啦。我哋上次里边有好多 AI 嘅影像，嗯、我觉得仲有发展嘅空间嘅，嗯 咁佢亦都會喺未來嘅呢段時間，佢有佢自己發展嘅空間噶嘛？咁所以唔見得我哋一定要用我哋今次嘅呢啲，嗯、我哋可以繼續往前摸索咯。嗯、啊，咁但係總嘅嚟講咧，我唔係淨係呢個戲先至做緊呢一件事嘅。譬如我之前做楊德昌導演嘅《一一》，我都將佢做成咗三部。嗯、啊，咁你睇，尤其是你放喺時間度睇咧，尤其是我哋呢啲戲，佢有一部係十年前嘅，有一部係一年後嘅。 或者一年半後嘅呢啲時間，個世界好多事發生噶嘛。咁、嗯、所以將來嘅人再睇翻呢啲嘢，我係講緊二十年後，佢哋就會唔係只係睇緊一個作品啦，佢係會睇緊一樣嘢叫做過程。嗯、而過程呢樣嘢正正就係我哋而家講緊科技拎走咗嘅嘢。嗯